谢谢你这么帮我，再见。怎么？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， 徐主任把我电话拉黑了。他不会做什么傻事吧？能做什么傻事啊？自杀呀？不好说啊。你说他这公司没业务，事儿事儿都不顺，心思还重，哎，还真有可能啊。不行，我赶紧告诉他。你干嘛？告诉夏言啊，说不定能劝劝他呢。不是你傻呀？你这时候告诉夏言，不更刺激我浩哥吗？那怎么办啊？快走吧，快走吧！哎呀，啊，不是，打伞呀、啊！你磨磨唧唧的，你快。学长，我是小伟啊，学长，听得见我说话吗？姐，我看到他车在地控的人应该在家里。学长，我是小伟，学长。哎，行了，别吵了，我去物业问问。你快点啊！学长，你别做傻事啊，学长。学长。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我收到了你给我发的消息。啊，进来再说。我之前没看见你给我发的消息，但是后来我给你打电话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我跟人打了一架。打架了？那你有没有受伤啊？伤到腰了。啊！我扶你，快坐。好。刚才你敲门，我半天才从床上爬起来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慢点。外面倒还好，可能是伤到里面了，里面特别疼。你这要不要去医院啊？不用，我心里有数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那好吧。你是不是饿了呀？我给你做点吃的。哦，不用。我吃不下，我心里堵得慌。哎，为什么那么紧张？我刚才给你打电话，发现电话被你拉黑了。我以为你会想不开，